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请在场委员推举临时主席。好，请问委员会对推举曾文担任临时主席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现在请曾文主持选举会议，谢谢。报告委员会现在开会，先进行本会期召集委员的选举事项。依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三条规定，本会自召集委员两人，由委员互选之。另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报告委员会现在已经收到各党团书面同意，同意本次召集委员选举以推举方式行之。报告委员会请各党团共同推选。好，那就这个对不对？那本案各党团共同推选黄委员碧林、曾委员明忠担任第十届第三会期程序委员会召委，请问有异议？没有。没有异议通过。做以下宣告：黄委员碧林、曾委员明忠担任第十届第三会期程序委员会召委。那现在是否由本席担任今天的会议主席，有没有意见？没有。好，谢谢。对不对？报委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三会期程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0年3月9日星期二中午12:01至8分，地点红楼20会议室。出席委员邱元、太原等18人，主席官委毕林。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十届第三会及第二次会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届第三会及第三次会议事程。本次议程草案及政令报告事项之编列，均依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一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规定共五案，系属应提起诉讼院之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规定共9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请问有无错误？没有错误，议事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执行事项。立法院第十届第三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10年3月19日星期五23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三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23委员汤惠正等拟具海洋污染防治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较内政委员审查。46委员罗志正等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较外交及国防委员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较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较交通委员审查。7委员赖惠妍等拟具陆海空军惩罚法较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两委员审查。8委员陈云正等拟具所得税法较财政委员审查。9委员郑立文等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较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10委员罗美玲等拟具公民投票法较内政委员审查。11至12委员蔡玉瑜等拟具地震事法较内政委员审查。住院转型正义条例较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13至17委员苏志芬等拟具农业发展条例、渔业法、植物医师法较经济委员审查。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较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审查。民用航空法较交通委员审查。18委员翁崇俊等拟具户籍法较内政委员审查。19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公路法较交通委员审查。20至21委员廖婉如等拟具老人福利法、优生保健法较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22至23委员何新纯等拟具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较财政委员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较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审查。24委员黄国树等拟具太空发展法较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25至29
委员赖瑞荣等拟具商标法交经济委员审查，所得税法、财政收支划分法交财政委员审查，经济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审查，科技产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交经济委员审查。30委员张廖万坚等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30-31委员王美惠等拟具都市更新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审查。33-35委员苏巧慧等拟具中央银行法交财政委员审查，妨碍国币制惩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国民营养及健康饮食促进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36-37委员吴玉琴等拟具住宅法交内政委员审查，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38-41委员鲁明哲等拟具上岗法、传染法交交通委员审查，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劳动检查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42-43行政院函请审议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补恤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审查，保安处分执行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44司法院函请审议司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5-59农委会、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行政院考试院、财政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60-171经济部、国发会、农委会、中研院、教育部、审计部、退辅会、外交部等函未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72本院委员管碧玲、曾明忠当选第十届第三会期程序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1-3行政院函请审议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组织法、国立台湾文学管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4-6财政部函未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7委员温应霞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交修宪委员会审查。8委员吴怡定等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9-10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土地征收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证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一，本院委员质询部分对行政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宣读完毕。报委员会议程草案报事项第33案及第34案。提案委员苏巧慧来函撤回，予以删除。现在请周春明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针对第十届第三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日程，建请照议事日程草案及各党团提议增列报告事项通过。谢谢。好，谢谢。报委员，请问对周春明委员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报委员，本次院会议程草案内容，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原力将本次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现在散会，谢谢。